行修宪。我理解修宪的门槛非常的高，挺好的。我要呼吁朝野政党现改。蛮多四脚蛇的，这一只，这里也一只，这一只好大，好像一个人哦。可怕，尾巴很长哎。下雨啦，下雨天就好多四脚蛇。树根真的可怕，放在报告里加了一些温水下去，胡萝卜啊，那些水下去，还没滚，啊，没关系啦，这些跟经验的关系。然后这个是牛蒡，因为冰箱有剩，我想要把它消耗掉，所以我放牛蒡看看，一起都丢下去煮。现在很滚，滚了之后盖上，然后转小火。我现在来做我的汉堡肉，做一个实验。然后
后这个调味料是黑胡椒、糖、酱油、椰子油，然后面包粉，全麦的面粉，然后一个蛋，然后这是250克的猪肉混合着差不多100克的牛肉，然后就是要来创作的汉堡肉了，我也不知道会怎样。然后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就是伸手抓肉的感觉，所以我会戴手套来进行搅拌。好，现在我先打个蛋。洋葱倒进去，洋葱切碎倒进去，然后把这个全部丢进去，胡椒，糖。我也不知道多少，差不多这样吧。等一下，这个做好的汉堡肉，如果味道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再加酱汁，番茄酱或辣椒酱什么的。然后呢，加一点面包屑。等一下不够的话，你可以再补充。然后一点面粉。然后搅一搅，先搅，然后如果不够湿的话，我再加一点油。椰子油，因为我看已经蛮湿了。哟，慢点，一点点椰子油。丢一点水下去，它现在还没有变成小粒的水珠，所以还不够热。这样就可以了，你看变成滚动的水珠了，这样就够热了。然后呢，我就要加油了，来加葡萄籽油吧。炖锅，此时它还蛮热的，好，这样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它现在在冒烟嘛，就让它冷却一下，让那个烟少一点。其实现在烟没有很大，不过我们稍微再等一下。我把它压扁。我现在都是关火的状态，我把它压扁。中火可能让它煮个5分钟吧。加这个椰奶，当然顺便调味一下。先关火，哇，对啊，另外一边已经很黄了。经过可怕的翻面之后呢，变成这样凄惨，不过没关系。我要丢一些冷冻的这个小的卷心菜，这很苦啊，可是我想丢到咖喱应该就可以冲淡那个苦味，丢一些进去。我刚试吃了一下，其实味道还不错，但是果然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咸，不过没关系，就是可以用沾酱的方式来补充它的味道。增加它的味道。丑陋但是美味的汉堡肉弄好了之后呢，这就是我先生明天的午饭，三个馒头、番茄、刚刚的汉堡肉还有青菜，然后就是剩下的是我明天的午餐，就是我买的那个素食咖喱包。还蛮不错。今天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吃饭，
就是有机的蔬菜。华龙是什么？沙龙，它是这种果子，这种果子。哦，很像橄榄的果子是吗？看起来很好吃哦。我搞它烧。这个奇妙的地方，太有趣了，像台湾，真令人高兴。好大的风扇。汁马龙龙马龙啊瓦龙龙什么瓦龙龙瓦龙龙非常好吃，好像回到台湾。这个鸡油超棒的，你看我们已经吃了剩这样子而已，我们就这样拌拌哦。奶白也炒得很好吃，等一下才喝这个比较不冰的这个你说这个什么果汁瓦龙龙瓦龙龙吃得很高兴。这个滑隆隆还不错啊，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一种好像就是很天然的果子味道，然后它加一颗酸梅，所以就有一点酸酸跟甜甜的，觉得还味道还不错。有一种那种喝蔬菜汁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哦，是这种菜汁的感觉，一点那种芭乐汁的味道啦，我觉得那种芭乐汁的味道。我们刚刚吃饭的地方很棒吧？这个就树上的滑隆隆啊，刚刚喝的果子。那这树是从里面被撑起来，然后哇哇，你看，这么酷，这个好地方。你说这里是哪儿？要注重，要奉献，要牺牲，要成功。